网传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对表扬有不同的态度。总理李克强到地方视察，地方官员言必称啊，政府领导有方，政府如何的伟大。李克强一听就急了，说不要光表扬政府嘛，更应该表扬党中央。总书记习近平到地方视察，地方官员言必称党和政府如何伟大，党和政府如何的英明，领导有方。习近平一听就急了，说你的四个意思两个维护学到哪去了，你的核心意思在哪里，最应该表扬的人是谁，